我的电脑还没有连到网络，大家对不起，我迟到了，因为我不小心睡太久，然后我化妆的差点来不及，呜呼，太刺激了！我今天嗨到发疯，我直接起来嗨。啊，很夜了，早安，是一个，而且现在是午安了，可是就是我起来没多久，然后，对，我是一个很会睡觉的人，所以刚刚闹钟响的时候完全没有听到，可是现在大家应该刚拿到饭坐下来吧，前十分钟大家应该都还在准备要吃什么，还是就是可能也是晚下课之类的，所以应该算是还可以吧，大家午安，虽然不好意思，可是又要麻烦大家陪我化妆了。那我可以跟大家介绍喜欢的化妆品了。下完人就是眉毛口红状态，没错，那就好，谢谢大家，不好意思。好，首先我会化完，我开始化妆，我都会先保湿。然后就是喷一些化妆水跟乳液，擦完以后会涂防晒隔离，然后防晒隔离擦完以后会上底妆，然后我今天是直接用就是这个气垫粉饼，就是直接打在直接铺粉底在上面，然后上完以后遮瑕完就会定妆，用蜜粉定妆，然后就会用蜜粉定妆这样，然后定完妆然后开始画眉毛，画完口红就最后画，可是因为我现在开播，所以我先画了口红。我现在看起来超级没气色，就是很像一个没气色的人，对。然后要先上眼影底膏，我才能开始画眼影，因为这样它比较粉的可以直接附着在眼皮上。一日美妆部落客，这是我日常妆教学。然后我都是用这种大地色，这些就是这种很日常的颜色当我日常妆。我只要连公眼都会用这种颜色，因为我就是我公眼通常都用粉红色，粉色系的妆比较多。可是我平常真的就是只用大地色，然后就是它有一层亮亮的，打亮先打在就眼周这边，打亮已经快被我用光了。我想要买一颗新的，因为这颗是我2019年买的。的，然后化妆，拿刷子先刷比较浅色的这个区块。然后比较深的颜色就会上在眼尾这边。然后晕开它，
今天很不明显，可是下播很明显。可是因为我等到下午还要上学的时候，可能不会化太妆。我不会想要，如果不喜欢同学就我是一个妆很浓的人，哈哈。我会先假睫毛，因为我觉得假睫毛它比较好画那个内眼线，而且就是我同学一直觉得内眼线是一个很邪教的东西，因为很容易戳到眼睛。可是其实我画那么久还没有戳过半次，然后他就觉得内眼线像在画结界。你们之前有看过影片，就是，哦，谢谢阿当送学生品，上班偷看一下。好的，晚安包子，晚安，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哎。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美妆的影片，就是自己拍化妆影片，然后全程剪，然后全程是没有配音的，然后他后来就交给他老爸或是他男朋友配音，然后。因为男生看他拿出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他们都会乱讲，然后就很好笑。大家晚安。啊，加粉了，就是把睫毛加上去，差不多像这样子，然后就是会先画内眼线。是姐姐。好了，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有差别？可是我是觉得内眼线我们画真的差别蛮大的。他就是把那个眼睛的框框画出来。大家午安。不知道现在大家听不听得见呢？就是因为我现在看都没有，大家都只有进来的流，是因为网络不好吗？大家午安，网路 OK 吗？还是会很卡？因为我现在看这边显示是 OK 的。很顺哦，那就好。因为这个时间其实比较少人可以看直播嘛，因为通常比较热门的时段都是晚上，所以。今天因为这礼拜晚上都有事情跟工作，所以只好排在这个时间。睫毛画完了，
然后就是要画眼线。好像这样子吗？午安，午安草莓酱，午安幻影战士，午安刘建谷。好了，请急把它画完了，老师。剩下腮红，打完我们就可以好好专心的跟大家相处了。好的，做个东西。耶，恭喜我画完了。Sorry 呢，大家，直播迟到了十几分钟。不过考好了。我下次会注意，不要睡过头了。只是好像没有办法注意，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我从小到大的坏习惯。就我从小到大真的很容易睡过头，然后我就算设闹钟也会听不见，我自己就觉得很扯。
今天穿新衣服，虽然这件好像之前就有在直播穿过，可是我比较最近买的衣服，然后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他本来我把它买黑色的，然后他黑色缺货，所以我就买了蓝色的，就意外的我自己还蛮喜欢蓝色这一件的，就是跟我的头发其实发色也蛮配，就是我里面有挑染这样子。这里也有蓝色，我在思考我等下午餐下播午餐要吃什么，因为我还没吃午餐，然后我现在还没有很饿，所以没关系。然后等下要吃什么呢？你也常听不见闹钟，真的吗？单细胞，因为我真的很常听不见闹钟，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就有时候很重要的活动，还是很重要的课啊，期末考、期中考，我就会拜托同学要确认我有起床，不然就会很哑巴，因为没有起来就会很哑巴，然后我就会没有起来，然后就会很哑巴。刚吃了八方的玉米水饺，哎，我也好想吃八方哦。很想吃水饺之类的。大家午餐吃了什么？我昨天的午餐是吃酸辣粉。今天好热，被热醒，原本还要早起床。真的假的？小黑黑没有开冷气吗？去叫一波。我现在在吃八方，哎，大家怎么都在吃八方？所以早上就刚起床，其实脸还蛮水肿的。哇，冷气开定时，这样刚好可以把自己叫起来，很不错。那我下次也来定时啊，把自己热醒。八方便当选八方，因为我觉得便当太大，是不是？我现在午餐都不会吃很多，我只有晚餐才会吃多一点。因为我晚餐会尽量就在八点前吃完。所以有时候比较晚的话，比较晚的话就会，就有时候上课上比较晚就比较晚吃。便当太贵不一定也吃了吧？哦，对啊，是没错。其实淀粉蛮多，就是我觉得便当淀粉很多，虽然就是便当比较均衡一点，也会有肉跟那个饭。可是它就是很多淀粉，因为它有什么豆，就是豆皮啊、麸皮这些那种东西。而且一个便当单价其实也不便宜，就是要几十块，感觉是快接近100吗？我很少吃午餐，就是吃便当。像我们 mini 不是 mini concert 啊， mini concert 也是啊，就是像 mini concert 还是公演的时候，其实每次午餐啊就是会提供，就是比如说你是下午场的话，都会就是你都会有便当，都会有个便当可以吃。那其实就是便当都很好吃，然后我通常都不会吃太多，因为我是公演不太吃，公演前我就会自己吃一些小东西，然后就是让肚子维持在一个舒服的状态，不要吃太饱。然后因为我不喜欢吃便当，因为便当太多，然后又很油嘛，就是便当都蛮油的，然后我就不会想要去吃那么多的便当，然后我便当吃不完都会带回家，不然就如果完全没有碰那个便当的话，好像可以送给其他人带回去。然后他会跟伯乐说，其实我昨天生日，真的吗？19岁嘛，因为我觉得平平是大一嘛，祝平平19岁生日快乐哦。
有庆祝吗？因为听说十九岁不能庆祝。Good morning， 雷讲。Good morning， 勇哥。长花午安哦。午安。哎，其实这个时间，我觉得十二点开直播真的比较好哎，因为我上次。上上礼拜开了一个一点的直播，可能那个时候刚好大家都回去了，就是大家下，就是大家休息人全部回去了，所以那个直播就比较安静一点。然后今天在十二点开，其实人数意外的是蛮稳定的。就是因为十九岁不能庆祝，所以昨天特别吃了宵夜。我记得我十九岁，这算有庆祝吗？就是我有找同学出去吃饭，然后我弟弟后来买了蛋糕给我，还帮我庆祝了，所以我就很谢谢他。嗯，我已经吃饭了吗？还没，我还没有吃午餐，可是我等下下播回去吃。大家吃午餐了，要记得吃午餐哦。而且高远的便当其实都真的很好吃，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非常好吃。然后就是大家每次都会很想要去抢桌，因为我们每次会叫不同口味，然后大家都会化妆化完班，听到便当来，大家就赶快冲出去排队，然后就是排说要吃哪个口味的，因为每次叫的便当都不太一样，就是不知道都叫哪一家都不太一样。然后拍生写真的时候也会有便当可以吃，因为拍生写真有时候会经过晚上或是经过下午，然后就是会有一些便当可以吃。然后就便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公司每次叫我便当都超好吃的。谢谢啊，顺送带你去流浪，谢谢。今天看到高中同学特别画生日图，还 po 在各个平台上，觉得超感动。哇，这种朋友真的是很值得哎，因为画画这种东西感觉就是要提早很多天画，所以他一定很早就开始在准备了。是，我会觉得很感动。谢谢一晨送的热气球，谢谢。哈娜比你好，对，好想吃便当哦，好想吃公司买的那种便当 ，staff 不懂吃，对他们好像就是姐姐他们研究了很多便当店的感觉，然后就是每次都叫了很多很好吃的便当店，然后我都会就是好吃到我会特别问他们说这是哪一家，但其实那便当店都离我家蛮远的，所以我就是也不会特别去买。他当天画我整个吓傻，我真的吗？当天画的。那个他也很重视你吧？对啊，所以就画画给你。意呢？我也有时候会收到一些，就是生日的时候粉丝会画给我的图，还是就是哦平常的时候粉丝会画给我的图，然后粉丝可能就是会偷偷丢给我，或者是会 po 在自己的平台上面，然后标注我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我真的觉得画画是一个很舒压、很开心的事情嘛。因为我自己2019年的时候超级喜欢画画，然后最近就比较没有在画画。但我其实也没有到很会画画，可是我就是喜欢画画。然后那时候2019年，我还记得，就是每天晚上无聊就会把我的绘本拿出来画画。哇，哈欠。然后我就会画很多很多漫画之类的在里面，就有自己的故事。然后我就画漫画或者是画图。然后我就画了两本绘本了吧，就是画满了，还蛮快其实。哼，我国中同学会在我生日的时候传讯跟我说想要礼物吗？先送我再说。哇，这真的是自由哎、欸！这才叫做好妈吉啊！好妈吉是不会，真正好妈吉是不会帮你过生日的。哦，跟朋友都会一起做翻唱影片，还有帮对方画人设，真的吗？好特别哦！我是打哈欠，难得。大家也是祝平平生日快乐。昨天生日快乐，你昨天应该跟我讲的，这样我就可以昨天就祝你生日快乐。可恶，还是该不会是你有讲，可我没有看到？
CJ， Hello， CJ 欢迎回来。Hello， 玉安。Hello， 平平。Hello。现在头发真的剪很短，我有点不习惯，因为我好几个月没有剪头发，然后它现在整个就是很短，然后我什么都捞不到。午安。哎，姜饼人有新饼干是不是？是吗？姜饼人更新新饼干了吗？因为春香草的卡池已经结束，然后黑葡萄跟草莓可丽饼的卡池也结束了。听说现在有新饼干，我朋友跟我说他抽到了。Oh my god！ 我好想去抽哦，可是我现在没有钻石。我现在没有钻石。有哦，是什么饼干？是什么饼干？好想知道，它叫什么？谢谢冰河上的火箭迷航，谢谢碰，哎呦，还会变烧焦哎，谢谢。大家有看 HKT 的新 MV 吗？我还没有看呢。新饼干射手，好吗？千层酥饼干名字好可爱哦。不过国中同学之前有买手办给我，哎，我觉得不错哎。我之前有抽过什么生日礼物啊？我收过那种，可我喜欢那种卡片的，我很喜欢收卡片，就是那种什么板板啊之类的。可板板有点难收起来，然后我是蛮喜欢收到就是手写的卡片的，当然不是那种只有写一句生日快乐那种，就是可能写了蛮多话的那种生日卡片。阿正成功收集碎片，成功兑换一个大声说爱你，谢谢，我也爱你们，耶、yeah.。谢谢小黑黑送的花枝精粹，谢谢谢谢阿正的大声说爱你，大声说爱你。哎，音乐停了。嗯，今天的课其实还蛮少的，所以我今天还蛮轻松的。我很喜欢我今天左边的眼线、欸、我平常都是右边画比较好，今天反而觉得是左边画比较好。谢谢中影的热气球，谢谢中影的热气球。射手型饼干没什么强力，对、啊、我都没有用过射手型的饼干。HKT 这次同一首歌两个选拔组，有各自的衣服跟舞蹈。哦，我好像知道，就是我知道他们这次有拆成两，有两个选拔组。害我也有点好奇了，哼，我的 YouTube 还停留在惨绝人寰的排球比赛。左边的眼角像飘吗？右边其实也有一点。W 选拔组超赞，就是两组都有自己的推，真的。他是两个选拔组唱同一首歌吗？对吧？
听。其实我的头发应该在两个礼拜就会留到我大概想要的长度，所以我还是等待它当中。对啊，同一首歌不同舞蹈，真的还蛮酷的。嗨，礼貌头 ，Hello， 礼貌头 ，Hello， 午安。谢谢小黑送 Love， 谢谢，谢谢 Love。两个选拔组是用两辆 JR 九州新干线命名，我猜出来那个字是什么、欸？太香了吧！舞步有些不同。哦，原来，诶，我想，我们可以来听听看紫爸妹先把紫的，不知道我网络跑不跑出来。看来，好像跑不出来。好吧，那我下播的时候再用手机看。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去发廊剪头发，可能毕业后就马上要当兵了。这么快就要把头发剪掉了吗？不是毕业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吗？可是其实这次疫情影响，可能很多人的毕业典礼都会取消了，觉得就是难过吧。就是虽然我现在大二，然后我的毕业典礼还有两年左右，然后也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准时毕业，应该是会啦，希望。可是就是撇开这些原因，撇开这些不可抗力的因素，然后。就是我其实也会担心自己的毕业典礼是否能够顺利举办呢，可是我觉得要就是没关系，就是因为大家的身体健康还是重要，就是大家一起携手度过这个难关嘛，我相信疫情一定很快就会被控制下来的，只要就是大家好好遵守防疫措施，然后做好自主管理的话，所以大家就是最近疫情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全程戴着口罩，除了吃东西以外都不要拿下来。然后我也希望就大家在外面尽量不要去外面吃饭，就是尽量以外带的方式来代替在外用餐，因为在外用餐是你唯一要拿下口罩的时候。然后如果跟很多陌生人挤在一个空间吃饭，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危险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出门。然后一回到家就先洗手之类的，所以先携带酒精，然后随时消毒，然后保持好社交距离。然后我记得现在就有个程式可以下载，然后下载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你身边有没有确诊者，或者是就是。之类的，就是这个 APP， 然后我自己现在是有下载的，然后其实感觉下大家也可以就是下载一下，就是对你比较安全。如果房间整洁，我是内用派的，好吧，那下来大家小心安全，就可能尽量吃快一点嘛，然后不要跟太多人坐在一起，就是不要去太挤的餐厅，可能就是太客满的餐厅。说实话，原本同学都毕业了，就没去参加毕业典礼。哦，原来是这样子。嗯，一年没内容，虽然我也很少内容，我现在就是也不会去学生餐厅吃饭嘛，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同学就是在就是学校附近都有租屋处，然后我的家其实离学校也不远，所以如果想回家的话，就是可能真的空堂空很多的话，我就会回家吃，我就会买回家吃。
不然就是会买一些可以简单手拿的食物吧，然后就边走边吃，然后到下个教室这样子。对，因为他好像就是你如果靠近，因为他就是每个人，包括每个人的社交距离吧，就是你如果跟橄榄球接触的话，他会提醒你，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就是尽早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再扩散之更扩散之前，你可以赶快去求助医疗人员，这样子专业的医疗人员。一个礼拜到一次的时候，如果不是当天要到，通常内用居多。哦，对，因为如果都在外面内用，都在外面用餐的话，其实那个垃圾桶就是会很干净，就是家里的垃圾桶就是只会有卫生纸啊、包装袋啊，其实就是不会有食物这种东西，然后就可以不用一直倒垃圾吗？就家里的食物会减，家里的垃圾量会减少很多。我之前也干过这种事。突然想开特效，嗯，耶！这是胖丁吗？唱歌的那一只。自己煮也是蛮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不用怕跟人家接触，因为就只有在家里。不过下午去上课路上小心了，今天骑去公司的路上看到两起车祸，天啊！我很少在街上目睹车祸，就是我基本上是没有，可是我很怕遇到这种事情。刚刚把银眼戴上了，希望等下去上课又不要又看不到黑板。拼拼会平常不会戴银眼吗？还是平常很常戴啊？谢谢暗红送的 love， 谢谢。因为很多同学上了大学开始学戴银眼，那可能等等波乐唱歌的时候，我有可能会睡着了，笑死。对啊，大家应该要唱个一两首。我要看看什么东西可以唱。
银眼不敢戴，很多人真的都不敢戴银眼的，因为它是要接触眼球的东西。然后我自己是很爱戴啊，因为我爱漂亮，然后我就会很喜欢戴眼，而且我不喜欢戴，就是出门不喜欢戴眼镜。可是我其实平常觉得戴眼镜比较舒服，因为毕竟隐形眼镜就是把一个东西放在你眼球里面，然后就会有点不适的感觉嘛。网络跑不出来，都是有。然后眼镜的话就比较舒服，可眼镜的话就比较觉得没有那么好看，所以我不喜欢自己戴眼镜。上次戴隐形眼镜就整个吃到上眼皮里面，还要拿出来，哦，好可怕哦！是不是你没有戴好？我以前一开始戴隐形眼镜的时候也会犯这个错误，就是没有戴好，就眼睛弄一弄揉一揉，然后因为很不舒服没有戴好，然后就跑到上面去。可是其实隐形眼镜是跑不到里面的，就是它最后一定会出来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说眼睛里面就是无底洞，可是好像不是，里面会有肌肉那些的。戴太久也拔不出来，因为太干吧。所以你平常就要一直就是觉得眼睛干，就要点一下眼药水，或者是。对啊，戴眼镜容易被人家戴眼镜都看起来，戴眼镜都看起来蛮窄的，虽然我本来就很窄。网络真的跑得慢，超多。戴眼镜像我这种度数深，眼睛都会变小，真的吗？哦，对对对对，因为眼镜会把眼睛变小，我也会有一点点的。我好像近视300多度，好像没有到很深，可是也没有很浅，就是还是蛮深的。可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也度数都很深，就是现在每个人一定都是近视，因为大家都有玩手机。この青いあずさも目ないどドライエルサミヌイサミヌイだけの嘘も。口罩，所以它是真的不会掉进去吧？渴望炸厨房。对啊，我妈妈的厨艺也蛮好，所以我其实不太会煮菜。我是到后来减肥之后开始煮菜，可是我只会煮一些很简单水煮料理。Hello， 大家午安。度数三加一，你这样眼睛变小。我眼睛当然也会变小啊！你们要看我的眼镜吗？哎呦！就是我后来换的比较潮潮的眼镜，我真的是黑框的眼镜，可是我现在偶尔还是会戴它。这是我平常无聊的时候，是平常会戴的眼镜。可我现在只能戴一下，因为我现在这样子度数加度数真的超不舒服的。好，拿下来。所以你戴眼镜会变小，看，耶、yeah ，近视眼镜会让眼睛变小。呵呵，这好好笑、哦。耶、yeah。潮流眼镜，潮流眼镜是这种圆框的、啊，超潮的。我想买黑框的、欸。这是我在某个知名商圈配的，然后一副不到1000块，可是它真的是超容易过敏那个材质，就它这个铁超容易让我的耳朵后面过敏，然后我就有用那个光疗胶，然后把这边包起来，然后去照灯，然后它就硬了，然后就会变成
那种眼镜的保护架，超舒服，呵呵。好，先把眼镜收起来。不过我妈最近发牢骚，要我学一点一个人住的其他的选择，我就懒。对啊，现在就是外送那么发达，其实大家都喜欢叫外送嘛，我也很喜欢叫外送，可是外送好贵哦，就是会有那个运费，然后还会有那个有些餐厅会有外送价，就是外送价钱。我已经很久没有叫外送了，我要把我的手机架踹倒了，臭豆妈的！今天很想要唱《排球少年》的歌。刚起床，唱歌感觉还蛮舒服的，就像有点沙哑，要求。
这首歌是应该是第三季的片头曲吗？就是《排球少年》第三季的片头曲。我一开始还没有很喜欢这首歌，就是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说，嗯，这首歌好不洗脑，然后到了后面突然觉得它很洗脑，就不知道怎么后面越来越喜欢这首歌，就它荣获我最喜欢的 OP。对，稻荷那战景想象那球电球让人家超想哭，我真的觉得就是百鸟则就是让我很想哭的一段，就是那个月岛那一段。然后就不剧透，可是就是月岛有一段，真是让我超级想爆哭，就整个热血沸腾，你知道吗？那个地方真是看着鸡皮疙瘩，因为就是还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好，我们去二刷《排球少年》了。对，那就是你爱上排球的瞬间。对，月岛那个呐喊，真的是整个鸡皮疙瘩都上来了。就是推荐《排球少年》是个蛮有趣的动画，然后蛮励志热血的一个漫画。就是它里面不会有过多的，它里面都是写满了就队友之间的羁绊跟那个打排球的热血嘛。就是你连个没有打过排球的人，就是我基本上上大学以前都没有打过什么排球的人，然后看都会觉得，哇、哦。就是很有，就是很有感，很能感同身受的感觉。就虽然我根本就没有打过什么排球，就会跟荧幕喊出来。真的，我那时候在车上看，然后我真的是很想跟着一起大叫，发疯啊！真的是很好看。バカあている、狂っている、闇存在のどこまでも。下一天今天的排名，下一天来看我直播了各位，第十名谢谢 Hana， 谢谢 Hana， 谢谢 Hana。第九名谢谢奕晨，谢谢奕晨哦，谢谢奕晨。第八名谢谢 CJ， 谢谢 CJ， 谢谢 CJ。第七名谢谢暗红，谢谢暗红。再谢第六名，谢谢第六名，谢谢钟颖，谢谢钟颖，谢谢你。然后第五名谢谢小黑黑，谢谢小黑黑，谢谢小黑黑。第四名，谢谢拼拼，祝拼拼主人生日快乐，谢谢拼拼，谢谢。然后第三名，前三名的部分，第三名谢谢高级教徒阿当，谢谢阿当，谢谢阿当。第二名，谢谢摇摇冰可乐，谢谢摇摇冰可乐，谢谢摇摇冰可乐哟，耶、yeah ！再来是第一名，噔噔噔噔噔噔，谢谢阿正，呜呼，耶、yeah ！谢谢大家。我说我最近应该多看一点动漫，不然我的宅度又要回不去。我最近真是完全没有在看动漫，我觉得这很母汤。感谢我看一下下礼拜，好，下个礼拜直播是礼拜三的，下礼拜是5月19号礼拜三的晚上9点直播，那我们到时候的直播见哦。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的直播，祝大家下午上班上课加油，休假就好好休息，然后没事不要出门，拜拜。没。